没有你，他这哎呀，能走没事吧？能走下去就不容易了。您这是准备上本山传媒发展了？这就来了，高兴，是很高兴啊！是各位看见活人了，有压根儿也没死啊？什么话？不是你说死过？你干嘛就非得说？说没死不可乐呀？别死而复生，就跟死了没什么区别吧？没听说，很危险的，反正就是。哎，反正各位您也知道，浩哥这个咱不多做介绍。嗯，这得的那个病，就是反正怎么说那叫什么来着？脑动脉瘤爆裂。反正就是一般说这个不缺德得不了这病。缺谁呢？你什么叫不缺德？不是，但是浩哥真不是说缺德得的这病，哎，人是先天的。这乐什么呀？这就是先天的。先天胎了带，知道吧？哎，打一老槽，脑子里啪啪俩瘤子长好了，知道吧？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两个瘤子，哎，是不是俩瘤子还比呢？哎，我在小松树上画了一道盖儿，过了一年，我长了这么多，小松树长了那么多，这是说这意思吧？什么倒霉瘤子？这是从小脑子里就有这瘤子。那是这个瘤子，说实在的，就是先天的，对，跟后天没关。你说你吃饭怎么？你多在意没有用，它就长在那儿了。是，哎，这是上辈子没积德，还饶我们家大人是怎么的啊？不挨着，不挨着吗？哎，俩瘤子那挨着是一个瘤子。没说那瘤子啊，哎，就病就哎，就你有病，怎么了？那么解恨的说干嘛呀？这个瘤子很危险呀，各位。对，您可能不知道，这个脑瘤啊，嗯，跟其他瘤子不一样，嗯，危险性太高了。哎，其他地儿瘤子，你比如说肺啊，咱比如说肺长瘤，你瘤子长这么大，人死不了，对吧？你比如肝。嗯，肝上长瘤，你这么大人没事，对吧？你比如说，哎，喂，你喂，这么大一瘤子啊，这么大一瘤子，您这几样长上就活不了了，这全在我身上长。不是，给大家怎么举这么一，就瘤多大呢？脑瘤不行，哎，脑瘤有一手指腕这么大，哎，就得死。是不是？所以说为什么原来还真是这事儿跟您说对不起，怎么过去老笑话您脸大。全是瘤子，对吧？干嘛呀？埋地雷似的，哪有那么多瘤子呀？啊！您挖着这脸这块没有，没有瘤子，哎，这块标一个小旗儿，哎，这块你觉得旁边两个瘤子，哎，标一号，哎，我脸上画一温豆子似的，像话？你不觉得您脸长得跟温豆子那个 logo 很像吗？行，你再梳四个小辫儿就更像。什么形象啊？说这意思，行，挺不容易。这个病很危险。嗯，这个病啊，反正就是脑瘤爆裂导致的颅内出血，嗯，是吧？就这么说，官方这么说。反正这个病一般是有三分之一吧。嗯，当时就死了，一爆当时就没了。对，当时就死了。嗯，还有三分之一呢，就死的去医院的路上。确实。哎，还有这么三分之一呢，就死的手术台上。这就别救了，我这。绝了，您这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往外续，留个活口行不行？我忘了，一不留神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你这说的30%的人，嗯，30%，最后有10%，哎，成功的从手术室抢救出来，没错，死在病房里，不是一样的，不像话。不是，反正就是。就是进了病房了吧？哎，对，进了病房以后有50%的人癫痫，并发症，并发症癫痫，还有他这个还有剩50%里再有50%，嗯，这个失明失聪都有，假，就唯独他，嗯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干嘛？您很遗憾是吗？这个什么表情啊？这是我着就纳闷啊，怎么那么大的命啊？是吗？怎么那么大的命？这太好了，这个是吧？各位不知道，因为他这生病啊，我们整个后台很揪心。哎，对，我知道，很揪心。你说这怎么这好人一样，本来嘎嘣一下扑死了？谁死了？不是嘎嘣，
病了，哎，对，而且关键是从他发病到他跟我们取得联系之间，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，这多可怕呀！哎，这倒是。发病的时候我是没在旁边，当时我跟长本正跟我们家，哎，跟我们家那儿弄那小人正扎脑袋呢。这我就好不了，听着，扎谁呢你？没，开玩笑吧啊！那会儿是按咱们按日子说，哎呦，这有三四个月了吧？哎，三个多月，三个多月出的事儿，三个多月了。那会儿是什么呀？那会儿是正是龙泽第一部。你瞧我病得这时候呢？哎，您记具体时间不好记，你记那个大事件。这俩事儿搁一块儿比，龙泽第一部。哎，我们家宽带比较宽，我们家20兆的光纤，我正跟家下，小马呢，听说拿 U 盘找我下这个，俩银棍，然后左边儿，哎，他呢是在来我们家的路上，一后台臭流氓，欣赏艺术嘛，什么艺术啊这个？欣赏艺术，他坐公汽车上我们家。你说这么有钱，你也是知名演员了，现在啊，不敢当。为什么坐公汽车呢？对，就平时跟小姑娘蹭会儿，看片之前先热热身，是吧？像话，不是说这意思吧？平时就好坐公汽车、坐地铁，什么上去助人为乐去？那我助谁了？我那当然，比如说你有一座，你坐的普通座位上，旁边一小伙子坐一老弱病残的专座，上来老太太她不给让座，你是不是得管这事儿？那我当然得管。经常啊，这个真不行，坐地铁、坐公汽车，他这人我觉得这份儿，好青年、坐公汽车，他坐的一座上，这边一小伙子坐老弱病残的专座，上来一孕妇，长得挺漂亮，就是大肚子，跟那儿正走呢，啊，往那儿一站，小伙子不管人家，太不像了，听着耳机在那儿听歌，装傻，听歌，哎，跟着歌跳舞。你把这么淋巴砸了，泡菜味儿，跟那儿听着吧，跟那儿趴一趴，看不过去了。对，什么人呢？这是孕妇站跟前，你坐着老幼病残孕专座，装啊！当时就骂他，讲干嘛呢？行，别玩，还有你们几个坐老幼病残，这是老幼病残孕专座，对，人家是孕妇，不给人让座吗？告诉你，中国传统礼仪啊，礼仪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啊！知道。孔子怎么说的？就这样，半个钟头去了他。我都快坐到四会去了，我这不光跟这儿，我得让啊。你当然了，就是的。爸爸他们告诉你，别看我坐的不是老幼病残孕专座，哎，但是我让一个座给你们看看，真是。来，姑娘，坐这儿。你的，坐这儿。行了，来啊，这就是没憋好屁，这个。不是，咱说这意思吧。什么这？平时就爱坐公汽车、坐地铁。那天上我们家去坐公汽车、坐地铁，我跟小马原本认为你说20兆宽带，它下来不很快很快的吗？对、啊，卡在89.3%。啊，乐的都下来了。哎，怎么都下不来了？正着急呢，说要不然今天可能下不来了，跟浩哥说一声，别让他来了，是吧？这打一电话，电话打过去，他那正跟人正跟蹭着呢。你行，别学了。接起电话来，来干嘛呀？我说啊，这样那个什么，这个片儿可能今天下不完，你过来不过来还、啊？正这功夫啊，这么一使劲一挤，小姑娘啊，瘤子可就爆。我这瘤子长里边长外边了，这外边挤爆了。一激动啊，血液循环一那么快，从大脑一过血，呼就爆。抱完之后，当场就倒在地下了，那可不是吗？没知觉了，手机啪叽扔出去了。哎呦，我这边一听，嘟嘟嘟嘟嘟，电话就断了。啊，小马还问我呢，怎么着？那个耗子来不来？不知道，他挂了。不是，您说话怎么这么丧彪啊？我这挂了，像话吗？电话不是挂电话吗？你说断了不就完了吗？你这挂了，多丧气啊！这玩意儿，他断了后了。下一份也饶上，不是断了？他断了，断了气了。你先啊，不是人话，反正就这么说吧。当时自己一个人在公汽车上，司机售票员一看，哎呦，车上躺一个，哎，这可不能不管。对，司机立刻停车，打开车门，噗就给扔进去。你这车什么人呢？这都？哎呀，好家伙，你刚才蹭那小姑娘还是意犹未尽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妈挺配合的，不像。哎呀，怎么跑了？怎么死在这儿了？对。
可能是我的干系，我走吧。你哎呀，没人管他，公汽车开走了。嗯，这怎么人是有求生欲望的，当然了，这怎么我得去医院。对，当时出事的地儿就是离着宣武医院一千米不到，800多米。哎呦，太万幸了，得了救了。哇，奔医院爬，还匍匐前进，你看我站不起来了，站不起来了，吓着谁了？爬爬到医院一看，宣武医院，我得去朝阳医院，我有病啊！现在。你医保在朝阳医院吗？对吧？有算计这个吗？这什么时候了？去单位的定点医院呢？都去朝阳医院。哎呀，浪费死半道儿，我告诉你啊，一个半钟头。你这哎，有知道宣武医院离朝阳医院那么老远，爬连爬带走吧，一个半钟头到了朝阳医院里，一看四个大字，朝阳医院。哎，真不容易，躺在那儿再也没有知觉了。底下那行小字没看见什么呀？向前右拐800米。我说白爬了吗？看清楚了，你慢走吧。呵，这怎么弄？一会儿又醒过来，那不是，接着走。啊啊啊！呵，神奇的生命，这都是啊！一招狼转世，我这是，这都没死了。爬了，我跟您说，一般人这么一抱，当时就完了。对对，说您脑腔大呀。得了，记了我这个。脑腔。啪爬到朝阳医院，进了医院可再也动不了，全奔地一摊。哎呦，医生、大夫、护士，你们都过来瞧瞧。嗯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怎么冲进这么一玩意儿的啊？玩意儿啊？德米修斯是啊？光着进去的是吧？什么是啊？什么衣服？你这一直跟地下爬，这全磨没了，这个我趴着好不好？爬呀爬呀爬的，最后这是什么？有人认出来了啊！这不是说相声那个陈素吗？认出来了，陈素，陈老师。哎呦，太好了，陈老师，陈老师，给我们来一段啊！你这个，我有点医德没有？我都这倒霉德行，还给我逗闷子呢？你干嘛呢？也不懂急救大夫是啊，咱在座有没有医院的急救大夫啊？什么？咱们是这样，因为他知道你是谁，喊你的名字，跟你说跟你工作相关的事儿，能恢复你的意识啊。你说清楚了，呼喊你的意识，陈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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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那儿喊。哎，一会儿吧，醒过来了吧？嗯，赶紧赶快照片子呀，什么造影？哎，对，找什么 CT、MR 一块做。不，做完了之后。大脑里头发现脑腔都是血，是爆了吗？脑腔满了快，你一个多钟头，马上就要满，还往外拱呢是吧？脑腔大呀，脑腔大呀，哎呀，还没灌满呢，赶快还能救，哎对，开一台手术，是是，开一台手术推进去，推到里头去，哎，大夫准备手术，咱也看过那个，哎对，心术什么，大夫穿那大褂人给穿，哎，反正大褂套上手套。套上手套，先洗、啊、洗手，是洗手，戴手套，刷手，刷干净。哎，对，吹风，吹完了以后，哎，走。这脏不脏啊？你这白洗了吗？这不行是吧？哎，话手套戴上。你哎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你这不一样吗？这不、哎、做手术，这俩还聊呢，哎，麻醉师跟大夫聊。哎，大夫，今天是来大手术啊、嗯，今天全看你了。那你，这脏不脏啊？这个。他戴着口罩都吐不出来，你他自己恶心我也受不了。戴着口罩这是阴这一块啊，你得亏我麻醉了，我这哎呀，给我瞧去吧。哎，我这还伤风呢，小感冒。你哎呀，你这还醒鼻呢，你赶紧吧，给做手术吧，做手术。那怎么着？这个一看片子，哎呦，脑腔这么些血，现在把血弄出来。哎，对，亲，血怎么能弄出来？哎，练动。哎呦，我怎么弄出血？我输呢？我输给我。不是您干嘛呢？怎么把脑腔的血弄出来？不是您毕业了没有？我这什么大夫？这是现学还行？大夫学的多呀，学不了。人家是本着能不给你开颅就不给你开颅，因为留疤嘛，对吧？啊，对啊。人家也是好心，我输呢？啊，没带，没带，算了，我自己使劲想吧。你别的，我这都招苍蝇了，我说您快点。人家劝，这病人等不了了，就等不了了，等不了，那没办法，开颅吧。哎，开颅，拿那个医用锯，哎，小骨锯，医用那骨锯，对，反正就是，嗯，这么长，这是骨锯，我看每个刺儿这么大啊。嚯，俩大夫先问麻醉师，麻醉灵吗？啊，应该灵吧，还点一根，我这应该差不多。
这拉不行吧？你拉了就行不了了。废话。行，您就行，来来，俩大夫坐上一句。您让这俩木匠出去得了。这破木头来了是怎么？这是开炉吗？反正就给拉开，我也没见过怎么开炉就拉开了吧。哎，对，哗、啊，拉开了，然后一开，把炉开。有这么开炉的吗？您这，咱掀过去，您还扣得回来吗？那个，不，你别瞎说呀！反正打开了一看，不过你就是血，是啊，连血带那个瘤子里边那个脓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可、个、太恶心了！哎是，啊，主治医生，我瞧瞧，我瞧瞧，哎哎呀，出来，啊，是啊，这看谁恶心，我告诉你，哎呀，这不好弄啊！啊是啊，先把血清出去吧，那就是弄那个抽水的那种管儿似的，电动，哎，这电动一摁，滋响，上里边吸去，哎，用那电动的有三四分钟就吸干了，哎，挺好，灯了，滋啪。啊，停电了！你上辈子造什么孽了？我这怎么弄啊？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呵，这一会儿炉枪满了，人就得死了。就是啊，这怎么弄啊？哎呀，那脑颅骨里头那边上印着印儿啊，危险线都有啊。干嘛涨潮了是怎么？哎呀，高过这个不行啊！我就没听说。哎，我都麻爪的，这怎么弄？拿勺子来，快快！没听说过，你这干嘛去？做老豆腐来了是吧？像话，拿勺拐着慢，这全是怎么办？完蛋！哎呀，没有电呐、没有电，用新方法吧。什么新方法？先弄一大胶皮管子去。胶皮管子，然后胶皮管子，抬过胶皮管子，这时候扑出脑子里，呵，干嘛？嘴里，你俩给鱼缸换水来了是怎么着？这个，跟那嘬这个，好家伙，就奔来这么一嘬啊！也是大夫，也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手法的治疗。他对这个恶心程度啊，没有做过心理建设。一坐啊，刚坐的嗓子眼儿啊，你又给我换回去了。您这原汤化原食，这怎么不像话啊？换回去就不是原汤了。哎，废话，还喝晚饭呢，这是。哎，一遍一遍来，你别来了，这。好看我这脑子样子呗，一会儿吐了十七八口。你这看，啊，这会儿哎，这回好了啊，那危险线都看不见。废话，晚饭打上了，做怎么办？就是这不是来电了，赶紧说，来大夫来电，拿那个吸吧。不行，我必须克服我这个心理障碍。你别克服了，你克服过去我受了。折腾什么呢？赶紧的！大夫心里怎么捏着没救了？他克服以后救别人的，这可不像话。赶紧来电，那用电，滋清的干净，哎，脑子里清干净了。哎，大夫又犯难了，哎呀，怎么这清这么干净啊？往回得倒点脑浆子吧。你打，你给我改一瓢啊，这怎么着？脑子掏出去了，你这干嘛？清干净了吗？这干嘛石头鱼来了？你这是有这么掏的吗？然后往回麻，这是脑子。你哎呀，脑浆接上线，接上线，没踩。黑胶布。干嘛漏电了？这怎么接上线？血管啊，都得接好了啊。血管拿黑胶布粘。哎，都接好了。哎，接行行，盖上盖缝，这一缝。耶。抬病房，抬病房，听天由命。你说这100%怎么出来的？我是活不了，这抬到太平间。太平间，我还是治死了，活着。一拐弯上电梯，进你病房。你多余提他。哎，到病房以后，我们那儿躺着，第二天苏醒了。哎，不错。第二天，您大夫手艺多高啊，人家知道吧？啊，第二天苏醒了，醒是醒了，但是怎么说不认识人。哎，对，大手术完了以后人傻了，不认人了，意志还不清醒。他爸爸照顾他呀，对呀。或哎呦，可醒了，哎呦，这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。老年丧子，人生大不幸啊！他爸爸今年90多了，我好家伙，哎呦，我天哪，你可醒了，小素啊，认识吗？认识吗？啊，认识吗？你丫谁呀？你平时是怎么说话的？不认识人了吗？不是人了吗？我是你爸爸，你他妈占我便宜！你这世界上就他不占我便宜，知道吗？就这么一位还让我给骂了。得了，反正他爸当时也是老头了嘛，当时给了一嘴巴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这、就是你爸爸，知道吗？对，挨打记住了，记住疼，哎，记住。第二天大夫查房。
啊，是啊，手电照着眼睛。哎，陈老师今天恢复的怎么样啊？嗯，技术疼啊。对，大巴，你这嗨，还是得打卡，别趴掉了，多无聊啊！怎么回事？大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太有意思了啊！行，下午还来啊？吃不好来了，这是。反正说这意思吧，就是能来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是是是，真的。尤其这回前两天去上海专场，连续六天，嗯，问他能不能去。当时在病房里呢，定好日子过去找他去。嗯，好像哎，浩哥，我们这马上别废话，把那龙泽第一副先给我签。你见，哎，我意志还没完全失去啊。那，你这是什么穷人不能穷教育这个精神上来了是吧？我为什么病没我？哎呀，您这您收拾行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马上上海人家在那兰心大剧院给咱们第二班开专场，哎，知道9月18到9月23，能去吗？嗯，一起回来，出差去不了了，哎，身体不行，小子病发什么不行。对，不是，哎呀，这怎么人给那么些钱？你说你不去，我克服一下吧。你这就是一财迷，你说克服一下，我去。上海，那小弟我去是去，出了大事儿，怎么了？这个什么呀？嗯，有病发症。对，脑颅开颅有并发症，是是是，痔疮破。这脑子痔疮不是，这俩是并发症吗？这个离得远了点吧？这个就是啊，平时就不躺着吧？啊，这老躺着，痔疮不急掉出来了，掉出来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么一大块啊。这是痔疮吗？我这呼噜一下就出来了，天天顺着裤腿儿往外淌血，嚯！这怎么办呢？赶紧去上海，去上海怎么办？哎呀，这能给他办，花点钱吧，买头等舱的票。哎呦，对，不错，头等舱能把椅子放平了。哎，对，大飞机还得，波音都不行，必须空客。哇，椅子放平了，能上趴着。哇，哎，空姐送水过去都乐。哦，您这是人间大炮几级准备？我这打的发射什么呀？我这啊，你看您裤子已经是可赛的那个颜色了啊。别描述了。不理人家，接着跟这儿趴着。下了飞机，在机场我们犯了难了。怎么都去了？没有出租车乐意拉我们。为什么？你开出租你也不拉这个，屁股奔外滋着血。上车你就给你座套弄脏了是小事，死你车上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这怎么办？我一看，我说这是小马徐翔，用他过来，你们带着人先打车先走吧。啊，先去酒店，我陪着平速打车，真不错，搭档嘛，对吧？你没办法，没别人照顾他呀。是是是，开始在这儿打车，左拦一辆不停，右拦一辆不停，哎呦，犯了难了。得一个多钟头来了这么一车啊，我觉得这车可以拉走了。为什么呀？这北京的车是这样，比如北京是京，出租车都是 B， 对吧？上海不是，什么牌照都有。对啊，只有上海是沪 C， 是那个郊区，就是跟咱们京 G 似的啊。但是它沪 C 不允进市里，除了这种规定没有啊。从沪 A 到沪 F 都有出租车。他说咱等着吧，来这么一车，这车准拉咱。不是为什么呀？上海不是沪吗？对啊，就是沪 E 的。这车漆收好是吗？懂不懂？怎么护翼是吸收好吗？什么意思？护翼是防侧漏。对吧？用过是吧？吸收好那叫夜用。谢谢。什么都不明白这个人。而且除了说看见这个车牌照之外啊，他这车牌子也好。怎么呢？上海出租车就这么几种，是吧？基本都是大众的，但这车不是大众的。什么呀？这是雪佛兰的。你别描述了，你这。形态是吗？你这个像话，雪佛兰的护翼，你想想，这太像话了。反正就这意思。因为什么呀？这会儿也是借着今天机会劝劝您。哎，对，劝劝您。因为什么？这回病好了吗？不是，这个酒戒掉吧。哎，对，行吧。好，您能跟我们大伙保证吗？以后不喝酒了，行吗？我保证啊。保证什么？保证不怎么喝酒了。这各位，您也帮着我劝您的，这没办法，这人酒鬼，什么碰见酒就没有命，是不是？要酒不要命，看见酒瓶比他大就亲。好家伙的，回回一喝就喝多了，尤其您这样的脸，您最好是少喝酒。这个爱我脸什么事？这个脸就是囊啊，你说你再害你就别骗，一张四囊大脸，四囊大脸像话吗？四囊大脸，老爱喝酒，回回一喝就多。但是他倒有一点好，喝多了以后不闹事儿。哎，知道吗？喝多不闹事儿，就是没有喝酒炸。我怎么着？我
没有。喝多就是睡觉，挺好。但是呢，不会趴桌上睡，人家讲究乐意躺平了睡，那舒服。躺平了睡，喜欢这个甲级睡眠。甲级睡眠就是什么都不穿的，你还裸睡？哎呀，啊、这怎么弄？那天喝多了，哎呀，晕晕乎乎，从饭馆出来，不行，我困了，我得睡觉。干嘛？接着开始脱，睡觉。哪儿睡？哪儿睡？有那个国槐，国槐树啊，大槐树，树底下。哎呀，树底树底下睡觉，脑袋枕在树根上，脚踩马路牙子上，脱光，怎么亚当老人？好看吗？睡着了。正这功夫啊，从那边，来了一位喝多了，又来一位啊。这位喝多了也不闹，怎么的？就是吐。哟，这还不如我，就是吐。哎呀，我喝多了吐，我上哪儿吐啊？上哪儿吐？又喝国槐。啊，什么意思这？过去一扶这树啊，你跟你躺着呢，他不知道啊。瞄着准来，就是一口。好家伙，再看您这脸就不是囊了，叫什么呀？披萨。您以后还让人吃不让人吃？弄一脸披萨，这玩意儿，好家伙，那边过一个，那边过一个刚吃完虾啊，对，一吐，这边过来刚吃完凤梨菠萝，还挺花。哦，这边刚吃完肠儿。你这好豪华夏威夷，去你的吧！这到这，我地上课跟你有仇啊，是怎么着？劝你一句啊，酒少喝。哎，对，好吧，好，这不能做到完全不喝，酒少喝。是，给大伙儿多演几句，这行，是不是？对，应该这样。对。